2024，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进入关键一年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，任务繁重，前景壮阔。三月，全国两会胜利开幕，目光向这里汇聚。我要做好这个全国人大代表，把群众的呼声带到咱们全国两会。信心在这里凝聚。2024，中国怎么干？牵动世界、全球瞩目。关键一年，锚定目标任务，向着美好未来奋进。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，给我们乡镇振兴，做好基层工作，传递了很多这个优惠政策。既有未来可期的战略高度，又有直抵人心的民本情怀。顺民意，得民心，富民省的好报告。2024，中国怎么干？新的征程，新的谋划。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、委员倾心交流，深入讨论，擘画未来。深刻阐释事关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，话语催人奋进。2024，中国怎么干？征途漫漫，唯有奋斗。奋斗者号的成功研制和应用，是新时代中国科创的最新成果，也是实真实的展示。为中国制造，为中国创造，为中国品牌争光添彩，镀上金子。关键核心技术是靠讨不来，要不来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。所以我们体会啊，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就是要靠科技创新。以天空作卷，用忠诚作答，用实实在在的战斗力，聚力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。英雄的国度从不缺少英雄，更不缺少歌颂英雄的作品。英雄们负重前行，牺牲生命，我们就是要用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歌颂他们。我们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，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、新城新格局中展现新的作为。蓝图已经绘就，号角已经吹响，我们要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。